海鲜是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啊，是比较好的这个营养佳品啊，就是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海鲜呢，从中医来说，它是属于寒凉性的。那我们白癜风呢，有一部分患者是因为外感风寒湿邪或者是内生这个湿邪引起的，那这一类患者的话呢，就是最好是少吃海鲜。另外一个呢，海鲜呢，它是就是有一部分人呢，他因为这个是过敏体质，或者是因为免疫力低下了，是容易引起这个过敏反应。那这一类病人的话呢，最好也不要吃海鲜。如果出现过敏反应的话呢，就是那么我们这个白癜风的话呢，可能会加重啊，所以就是说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啊。但是有一些鱼，比如说这个墨鱼啊、带鱼啊，还有桂鱼啊、鲈鱼啊这一些鱼的话呢，有就是它性偏中性啊，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、脂肪啊，还有微量元素啊，那适当的吃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对白癜风呢还是有促进的作用啊。就是我们不能就是大量的吃或者是过食这个海鲜就可以了。